我是从音乐开始的。Classical 音乐就是需要 perfection， 所以我学会了追求完美。在做音乐的时候，我会慢慢地调整每一个音符或者 beat 之间细微的不一样。听众能从你的音乐里感受到你的热情。现在看，我感觉我选的路是对的。